嘉义县的高山茶世界有名，现在将要进入到春茶采收的时阵。但是因为今年年初天气熊熊寒、熊熊热，而且拢无雨水，造成茶米受到损害。梅山乡公所日前特别向嘉义县政府农业处、阁有茶界场等等的中央单位前往探灾，同时伫咧18号正式公告，要来办理四个乡镇的茶米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办法。受到天气因素影响，予今年的茶米受到相当大程度的受损。现在即将来到晚收春啊茶的时刻，这嘛予茶农的收入受到影响。所以梅山乡公所伫4月12号的时阵，就交界县政府农业处以及茶界场等中央单位，前往太和、太兴、瑞芳、瑞里四村来勘灾，并且该县政府嘛伫18号的时阵公告办理四个乡镇的第一天然灾害现金救助。因为咱今年的气候哦非常无稳定哦，产生哦咱这个村啊地吼拢无落雨，这个产量会使讲减足济啦吼，伫12号由咱青管林立委吼努力吼，由咱的农粮署、茶改厂、管会农业处、公所、咱的秘书、甲陈立伟秘书吼，共同去咱山区太和、水利水乡太原这四川来现场勘查吼，发觉到讲今年这个村啊地减收是非常严重啦吼，所以后来咱陈立伟努力吼，所以呢，起码政府啦已经要来补助咱这农民吼，今仔日开始由咱公所这开始来申报吼，一直到这个29号咱的在村的农民拢会当来公所吼来报申报这个灾害吼，拜六礼拜公所同款吼无休困同款加班来接受农民申报在村。梅山乡乡长林俊谋就表示，梅山乡所出产的高山茶拢是相当知名，并且品质优良，所以这件受到天然灾害，嘛是予茶农的产量受到影响，所以就呼吁各位茶农，对今日开始开放升班，公所假日嘛会照常受理，请大家伫29号进前前来公所升班。最新新闻在新闻三乡彩虹报道。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2024庄头剧场巡演来啦！我拉曼查汤吉科德以英勇骑士的名誉，向全能的上帝发誓，我要帮助我的仆人桑丘找回他妈的夜明珠。纸风车唐吉诃德冒险故事银河天马庄头限定版龙来啦，除了要对付这个遁地双头龙，还要对付一只飞天四头龙，各式冒险呢，相信会给大朋友小朋友带来沉浸式的感受哦。听说除了晚上演出，在下午就有许多的表演。4月17号，礼拜六，在嘉义，我们庄头见。大家千万别错过！没错，上来喝茶。